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绳结分享会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平口结的快速打法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也可以在10秒之内打好平口结。首先，我们将绳子打一个绳圈，右侧主绳拉一个绳儿穿过这个绳圈，我们右手这样抓住绳子，左手同时也拉一个绳儿也穿过这个绳圈。现在我们左手抓住这三个绳子，右手抓住这两个绳子，大拇指向前推中间这个绳子，这时我们翻转过来，整理一下，这样一个非常有效快速的平口结就打好了。我们再了解一下平口结的大小，大家看完视频之后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容易？那就学起来吧。